六级，七再升八。等一下，可能会想，很想符文啊，要不要？哎，这可以一直弄哦。天哪，我不知道怎么讲哎，不然就讲符文，先讲符文，好不好？我这样有点难讲。啊！反正啊，我刚才也重置了，那我们重置之后可以再做一个，等一下。可以再做一个角色升级吧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多少圣水？哇靠！升几发就没了。这俗话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还可以加透出来，是不是？十等剑士。啊，这个嘞？这应该是永久的吧？怎么找线玩啊？也不知道怎么找线玩呢，你们等我一下。这个。